这个，好多人。我要这个，这绕得过去吗？没缝缝可以钻呢、啊，我这个用爬的。我遇到了人生的困难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到一招了。我人生的高墙，哈？你把包包丢过来。我怎么把包包丢过去？这个像我的，你看看。哎，飞太远了吧？我不会丢啦，它太大一个了。你包给我丢。Oh my god！ 啊啊！靠呀！太重了。哎，不，是啊，我感觉里面东西要摔烂的啊！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壶，那个壶我也没有摔烂。我的啊！不要丢！不要丢了！不要丢了！我的哎，荧光棒哎，你演唱会的时候都会用的。这边这种不够亮啊！哎呦，这么小根，太廉价了。你们挑哎。有，那个叫王棒哦，不是荧光棒啊。什么叫王棒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叫王棒。不专业。什么不专业啊？一年来都待在房间里面干什么？啊，我不知道他的名称由来，我就不算宅了吗？难怪你从来没有去看过演唱会，现在去现场支持你的作。现在时代不一样啦，现在时代都是在线上看演唱会啊，就自己在家里默默坐在椅子前面，然后搞得很嗨，好像很开心一样，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要一起陪我看。哎、欸，这边是什么东西？你没看到人啊？啊，这台车是谁开过来？如果是有人停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开车。对啊。欸、我的车。我操！来干嘛？不好意思。这我的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这里是我们昨天扎营的地方了啊。我们刚好走回来，怎么发现一台车？啊、你是谁啊？背后大叫啊！不是、啊，因为这我的车，我想说你们要对我的车干嘛？刚刚被开走怎么办？啊，你车还不上锁是怎样啊？我手上好像你。掉了哈？坏了？好像没电了还是怎么样的？哦，那你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你在这？我住在这附近啊，家里是开汽车。啊？你住在这？家里开汽车啊？最近有想买车的打算，如果我们买得到车，这剩这一台了，是我爸给我的。这台长得像他们店的传家之宝，这个这种不可能来卖的啦。可是你现在把你家的传家宝弄坏了。没电池啦，电池没电而已啦。那个充电就可以开了。我刚刚眼角余光看到那个烟，我以为是你的车在冒烟。你们是要赶路的话，让新闻帮个忙，然后我可以载你们一程。好、啊，你要载我们一程啊？可是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但就是我想要找一个城镇吧，可能会有住人的那种。有一个地方叫高墙镇，那边其实蛮多人，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据点。啊，在哪里啊？离这边很远吗？有一段距离哦。既然你可以载我们一程，还是我们帮你修车？就是想请你们帮我找一下电池这样。会啊。我大概知道哪边有，因为那间就是我爸以前的店。啊。哦，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车子一样先放这边，要不然我也移动不了它。我们先走吧。好吧。为什么你迟到那地方？哦，因为我之前跟他们交易过，就买一些零件跟汽油。那为什么你不待在那里？现在其实只是回来收拾东西啦。那你是刚好也要顺路回去吗？我女朋友其实在其他地方等我。我当初是跟她一起私奔出去的，车子就是被我偷开走的。啊？所以你不过后来就是知道我爸消息就。哦、那你跟你老爸感情不好哎、欸，闹翻了吧？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不过还是很爱他。呀，这里真的有车店吗？没回来，走反了。好、哦，这些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吗？哦，对，这个就是汽车电池。那我们先回汽车那边吧。好。好。那你的车呢？还是因为我没有拉手刹车，不知道跑去哪边了。
不会吧？我应该有他吧？他应该在前面吧？不是你，他刚刚是面对这个方向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。拿手刹的话，应该往这边。会往前面滑、啊。不然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吧。啊，怎么会的呀？这个手刹没拉、啊，还以为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的，到底？我这啊，看起来没有哎、欸。嗯，也没有还。还是会滑得更远啊？还是城镇大道让我们这样就迷路了。这样一讲，我还真的越来越混乱了。我要中风了，完蛋啦！等一下，先不要赶快绝望。我觉得在南瓜坟场，我觉得在南瓜坟场哎，我们去南瓜坟场那里看一下。没事，不要哭哦，没事哦。我比他还想哭啊！哎，现在是车子抛弃你啦，车子自己私奔啦。啊，对你女朋友还在等你哦。他等一下会问你怎么这么久，你就跟他说路上塞车。等一下前面有人开枪，等一下回避一下，先不要站在马路上。完了，应该还是说我的车子是被别人摸走了。我觉得很有可能嘞、欸。算了，先靠过去看好，搞不好不是坏人。如果是坏人，我们直接开溜。哎，前面，哎，是那个吗？对，前面还有一堆感染者啊。是。地上怎么还倒一个人？对啊，啊，这个是怎样？哎，没有歪脖的呢。捶他胸口，捶他胸口，他就搞不好会醒过来。哎，捶他吗？那你捶。不能这样吧？还是要。那个、啊、那个像那个啊，那个像广告里面那个一样啦、啊，那个压的压的、肚子还是什么的啦。这样我不知道，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啊啊啊！试试看啦、啊，知道了没？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把我车摸到的废物啊？然后不会开车才变这样？是这样吗？他可能跟我们一开始一样，以为这车没有人要用啊。没呼吸的啊。行了。真的是不会开，要乱开。都跑出几条花痕，我需要重新考新的是，反正电池也拿到了，还能开的话，那我再也没辙吧。所以我们是要去，你要带我们去那个高什么镇？高飞镇哦。嗯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我中间可能会先让你们下车，因为我去高强镇跟去找我女友的路不是同一。哦，也是可以啊。我打算先去找我女友，再回去高强镇那边补给。她的脾气有点暴躁，我可能要去找她。像你会载我们到哪边？这个镇叫做十字镇。那你再跟我们讲怎么去高墙镇，然后我们再自己往那边走。就是沿着公路一直往北就会到了，所以哦，就往北。嗯，好。但是我只能载你们到半路。好。好，没问题啊。谢谢。哎，你这。屁股是不是顶到了？不想，没事、啊。你还好吗？我感受到了。他是碾到这个人啊，还是怎样啊？哇！我真的是不会开车。不是电线杆，路灯。我左边这个人有点会开车哦，你要不要他教你？哦，不要，在这我撞我A到，我真的去死一死算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女朋友？你刚刚那个是你女朋友吗？等一下我下车检查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就是我的老爸，想不到他竟然会用这种方式跟我重逢。啊？洞口的名牌上面有写，想说这个服装很熟悉。我身上有铲子哎，要不要给你？嗯，好吧，那还是我现在右手很痛，可以帮我把它埋一下吗？埋起来了吧？这样也好吧，总比他继续受苦好。好啊。我把他埋起来了，你又要给他什么吗？我还以为他撞他女朋友、欸、还是怎样啊？现在演哪出啊？怎么一下是死人啊，一下死老爸啊？
那继续上路吧，没关系。你还好吗？这真的没问题吗？我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等下不要开太快呢，我会怕哎、欸。这里就是十字镇了，我先带你们到这边。哦，到了吗？我等下就要往东走了。哦 ，OK。你要好好保重哎、欸。没事没事。要记得加油补充电量哦。好，我们下次会记得。拜拜。你们再来就一路往北走就会到了。好。好，再见了，两位。好，保重。拜拜。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。你要好好开车哎、欸。我开得很好，大概吧。好，好。可以啦，很稳啊。欸、那个。没事，没有顶到，没顶到，没顶到。拜拜。我其实刚刚车尾灯已经爆了，但想说不要跟他讲啊。我要吃东西，先。哦，我要吃。猫罐头。哎，不要吧。鱼加鸡肉，很好吃啊！我之前吃过，没有什么味道。你知道吗？因为猫不能吃太咸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也不会很咸，不会进入一种脱水状况。吃猫罐头还蛮不错的，要不要吃那种就是它是肉泥状的，其实都蛮好吃的。就是因为那料里面会加内脏，什么鸡肝啊、猪肝啊、什么鹿肉啊，那些都蛮难吃的。叫你不要乱吃啦，信你还好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纸条。啊？哎呀！阿哥呀，大神！巧，阿哥呀，大神！哇、啊，怎么这么多骷髅啊？这都是信徒啊！看这个教堂太空了吧，什么都没有，空啊，哭啊！必须关上教堂的所有门窗，必须在中心点抬起头，要看到大神的壁画面对，盯着大神的双眼，并说出啊啊！其他纸条写什么？痛哦，不一定对，但对的需要啊。他们这写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懂，难怪他们现在躺在这。而且你看天花板确实有那个、欸，什么大人的。那你要说吗？可以啊，就试试看吧。阿克呀，我是你中途、欸、哦，我是、啊、哦啊，这个门是你关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以为是你关的、欸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慈悲的阿克呀大神。还 是你忠实的信徒。等，我讲完了。我觉得怪怪的、啊，我觉得可能这很像什么陷阱，而且还看不到外面的东西。还是我去外面把风，我怕有人把我们锁起来啊。那念这种咒语是不是感觉要怪怪的、啊？我之前才念过咒语、欸，结果没好事发生哎、欸，我不太想试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好诡异哦。我已经试了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还是把我的包包带走吧，毕竟这个比较大，而且这个壶比较可爱。我希望你可以忘记你的背后，你的过去，懂吗？不可能，要向前走，不可能，不要一直往你的背后看，不可能，单推，那总有一天会背刺你的，懂吗？不可能，看起来就不太对劲。而且你的包看起来够丑啊，虽然当初是我背的，啊、这本来是你的哎、欸。啊！我就啊，还敢讲？不是啊，我们要出远门，我当然是背大背包啊。感觉念完就变后面娘了，算了，我不想试。对的。有子民听到我的声音吗、欸？是否有子民在寻找我呢？慈悲的阿克亚大师，我是你忠实的信徒。我听到你的呼唤了，这怎么邪教啊？请问你有照着我的指示
盯着我的眼睛看吗？有有，我直直的看着你眼睛看了好久哦。有把门关起来了吗？有，可是我们刚刚以为你的神迹还没，就是尚未显现，可能是我的执行有误，所以我们刚刚本来想出去就把门打开了，希望你不会因此怪罪我们。不会，我是代表智慧的阿克亚大神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小事情而生气呢？真的是太睿智了，嘿！准备好接受我智慧的挑战了吗？请问大神，如果挑战失败了，会是否有什么？当然不会啊，我是充满智慧的阿克亚大神，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子一点小事情就处罚你们呢？好的，那我准备展现我的睿智了。看看你们身后是不是有五具尸骸？是。他们手上是不是各有一张纸条呢？是。他们是曾经惹怒阿克亚大神，可悲的虚伪的邪教徒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的话是真的，那帮我看看他们谁说的是真的。如果你们猜对的话，我会给你们奖励哦。那大神给我们一点点时间，我看，我想一下。要多少时间都可以哦。好的。有没有什么提示啊？我刚刚没有拜他，所以他不屌我。哦。好像只有你可以跟他对话哎。刚有人。真的假的？大神刚刚没有听清楚你们说的话，可不可以说一下呢？没事，大神，你继续休息，我想一下。问题，你们慢慢的想，我就慢慢的等。觉得外面的好像很激动，但哦，好像是。不用担心外面的人，我会保护你们，因为是充满智慧的阿克亚。哦，谢大神，谢大神。大神爱你。客气啊。我们决定好答案了。哦，你们决定好答案了吗？那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，帮我念出你们的答案。是对的，但需要不对的人说你才是对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那我来看看他们所有人说的话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人说，当别人说你不对，那你是对的，但你不一定对。他不对。第二个人他说你是不对的，但你什么都不能说，只能一直否认对方。这张也不对。你旁边那个一定不对，但不对的人会需要对的人说他也不对。你不一定对，但对的人需要你也不对，所以你是对的，但需要不对的人说你才是对的，也不对。只有我手上这把天从云剑才是对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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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来！你个白痴！天从云剑，大命来！哎，怎么又请汤啊？哎，我可是阿克亚大神啊！哎呀！啊？啊，你不是大神吗？啊，这是你的信徒啊，怎么没死啊？好了啦，好了啦。这什么鬼啊？啊，弄这么久啊，结果跑进一个什么天虫什么什么什么剑的，都不管，赶快离开这鬼地方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走快走快走！我刚开枪了，哎，身上有钱哎！不要，
哎，他说把天丛云剑有什么用啊？我这把是绝世长枪呢，真的太天真了。Hello. Hi.